船长好。哦，就去台东去啊。哦，你是专门给我们幸运的，你看是专门来追船是吗？专门来追船，等他等了六个小时。哦，想说应该早上要到对不对？我昨天还前天出发的时候，他 delay 对不对？因为他被那个利列在那个16，他要填跨16，他没有办法停，他等利列等了六个小时。我原本是想要看那一台，不是有一台那个叫长城的，那个不是有一台那个20000的，他不是 delay 了。嘿。还有，到现在这个还有光，我靠那个月亮的光照。你这样专业的造型啊？我录影晚上会失焦了 啊，就是因为还很亮。对啊，9400的，对，就9400的。20000是的，我拿给你看就知道。感觉比这个大有没有一倍，还是大里面大了30000？50000。50000。对啊，可是我说刚看起来那个样子，大感觉有大到。大概它的3倍大。视觉上呢？对啊，3倍大。3倍大。对啊。可是长度是300多，它400，它只是宽了一点点，就感觉3倍大。的是362，对，然后上面包括货柜载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。对，我没看过这么大的，真的。你有拍24000的，对不对？你有拍到我的？我那时候我有偶尔看啊，然后我想要发文说，哎，我跟你请教一下，我要怎么来看，然后约一下，因为我不会看那个时间啊，因为我有看你有放一些讯息啊，因为想要认识你。哦，真是有缘。你是哪一位？我是 KF。这个，我有加，我记得我有加你。我没有常看啊，就偶尔，因为我平常我不太喜欢。那么大，对啊，我都会看你的影片，等一下给你看，我真的。
专心看出来。车去，骑车去。那你来这边的骑车啊？我来这边的是骑车啊。我原本想要问你说我能不能骑车，因为我住在那个，为了来这边，我住在那个鄂博那边，要坐船过来。我想到明天早上，我想这艘我本明天才进，然后想说明天要再来一趟。我原本想要租机车，然后这样骑机车又远，所以我那时候很想问你要怎么来，还是我要非得要租车？因为现在不是在对面看，对面看你不舒服啊，那边又没有的吃，没的。吃的拉沙，所以你要这边比较方便。拉沙有啦，有地方拉沙啦。有吗？有啦。那边哪有厕所？有啦，塔台底下。塔台底下可以有厕所？有啦。免费的。可以进去？可以进去。它没有管制？没有。所以有厕所？有。那边可以骑摩托车吗？停在底下，那边是一个公园啊。就跟开车一样。对，开车停车都停在底下那边。啊，停在底下那边，以前那边会有开灯啊。我请问一下，那边是骑过港过来吗？对，过港也可以骑，也可以骑摩托车。可以。你也是骑那边吗？还是你是坐船过来再这样？我骑车过来的。那边好暗啊，那边太暗了。以前那边会有开灯啊。那现在为什么没开？因为那边在做那个码头工程。哦，做码头工程。真开心，至少有看到这里。等啊等啊，等了六个小时，我拍他，我每次都拍他，你这个嘛，对不对？我有之前只有加你，对，我只有加你跟这个，不是讲会讲那个船，这个你应该知道吧？对，不晓得，不知道。对啊，我看我知道什么名字。这个，可是我在上面的名字是这个。再注意一下，没有太没有。我没有什么分享，我没有什么按赞，我好像有按过，但是我比较低调，我不喜欢那个留名字。我有看你的。哦，谢谢。加一下赖，我不会骚扰你，只是我年初就想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改天下一次我原本要带我老婆儿子来，然后就想说没得看怎么办，因为我不懂啊。然后哪一天有来的时候。哪一天有来的时候，那个来找你。我平常不会，我会骚扰你，放心。那个，你可以去那个频道的社群留言一下，可以吗？就看得到。因为我不太用 YouTube， 你说 YouTube 还是没有 ？YouTube 有一个社群，他现在有开一个社群跟人家聊天的。对，显示情况。哦，有一个可以聊天，有人在上面聊吗？聊好了。下次认识你啊，真有缘啊！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说要不要找你，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这样子陌生，我怕你要把你吓到，你知道吗？不用吓到了、啊，我。但是你刚好来跟我聊天，我还想说，那个问一下，就真的是你。有吗？我是 KF。有。我滥用 KF， 感谢。我原本还想要坐南回回去，坐南回回去啊。可是我觉得外面拍很漂亮，可是里面，因为它有一个弯，我看你拍有那个转弯处。这个社群啊，我会把。你说怎么进去？你在讲，你说我 YouTube 开起来之后，因为我不晓得你那个版本有没有开通啊。
他现在有多一个这个社群。我看一下，那开我的，开我的，因为我不太用三 C 产品。有第一次遇到网红哎、欸，不算是网红。你的够多，其他人都没有掰像你那么多。你的真的很多，这个社群是吗？对，这个哈，你可以来。哦，你这么留言，这个版本可以，它右下角不是这个吗？这个可以留言。啊，留言我就能看得到。哦，哦你都会回我这样子，对。哎，我会回。你回是回，我是什么地方会收到？这是一样下面还是私人收？你像你像这个人发问，然后我底下留言是查看回复，我就知道说啊是你回什么讯息，然后我就看什么讯息，就像你跟人家用 LINE 在聊天一样。哦，那就私底下，但是我会用什么收到这个讯息？一样上来这边看，只有我们两个看得到。只有你们看得到。啊，还有我想讲一下，因为它里面这个它是公开的，我如果你介意的话，因为他这个我没有查，如果只是问这个传的这个没查，我只是怕你会打扰你啊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怕打扰你的隐私啊，因为像我是比较注重隐私的。哦，对啊，我是怕说，因为如果纯粹问传这个，我就觉得还好，我是怕说要有时候，我怕说哪一天再跟你约来看，我搞不好哪一天又什么时间比较方便？如果你传讯息的话，哎，你都是假日来吗？我有传就来。你上班不用上班？做这个的啊。你是什么？你就靠这吃啊？我就靠这个啊。这样这真的好赚哦。不好赚。不好赚。可是有比薪水有比上班好吗？对啊，比较自由。那你很厉害，我同事之前有人做啊，没几个人好不好？他跟我说多好赚多好赚啊，他就拍没几次，刚女朋友啊，你的够多，因为你认真，你算认真拍，你的够多，我看你连散装也有啊。嘿，我對你会拍，你会去追一些很特别的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很多人只是这种是新船，这小台的吗？对，这是多少？1200 T 的吗？2000 T 的。这新船，这什么？